很多人看到你呢，就能看到你是非常美丽的一个女孩子。但是如果他们能像我一样了解你的内心，他们会知道，其实跟你的外表比起来，你的内心是更加的美丽。你是一个乐观、积极、阳光，而且又包容、孝顺的女孩子。跟你在一起呢，我对未来的生活更加的有信心。也希望我们能够在一起，能够走到天长地久。谢谢。我就在想我以后的老公会是什么样子的，我希望他是一个善良，然后性格很好，有学识，可以教我很多东西，很多很多我的要求。我在我24岁的时候，我想我找不到这样完美的人，但很谢谢现在这个人站在我的身边。我想对你说，我爱你，我愿意为你做一个100%的好新娘，然后我会每一天为你做饭。